锵锵三人行，今天呢，咱们这个两个老男人和一个青年男子啊，这怎么办？我们一定吵架，这翻天了。不不，我不跟你们吵，我先做老男人。那我们无所谓，我们要讲讲老女人呢，也不是，我们要讲一讲女性很敏感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从哪儿来啊？从咱们的一个女嘉宾，查建英老师啊。这个查建英老师呢，她现在人呢在美国。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他两句。他这个人呢，我在场的话你是说不过他的。徐老师，你经过长期的交往，你发现没有，查老师这个人呢，实际他是有多面的。他既有啊，就是好像很和蔼可亲的这么一面，另一方面呢，他有这个很厉害的一面。这个很厉害的一面，我就觉得啊，你比如说啊，他经常喜欢讲性，但是他讲性呢，他跟你这个跟我们这个传统男人呢，他对着来。而且他极其敏感，就是，就我曲解胡兰成是一匹好马啊，对他的名句，我曲解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观点就是什么？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男人才玩女人，女人一样想玩男人，对吧？他是要这种完全平等的，甚至于查老师，我跟你说还算好的，他还算是中华妇女温良恭俭让。你知道，在他所现在所在的美国，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这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后来跟我讲啊。说美国有些女人呢，就是这个洋女人呢，她就说啊，那个敏感的那个程度啊，你都没有办法说话，你甚至透露出任何女性这个雌，你有个词儿是不是叫雌伏啊？雌伏，母鸡就是雌嘛，公鸡就是雄嘛，伏，你看哎，你看公鸡母鸡交配，这公鸡哎这压在母鸡身上，母鸡当时的那个状态啊，就叫雌伏，就是他们对于所有你把女性跟这个雌伏啊。联系起来的事儿都很敏感，甚至于如果有一个男人说哎呀日本的女性啊穿上那个和服啊好美啊，连这个他都很敏感，说你为什么，你说女人难道就是一个欣赏的对象吗？对，就是一个什么啊脖子很白吗？他对这个都很敏感。这个在美国的大学里这个是主流。对，哎，这个我20年前那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受教育了，绝对不能讲这些事情的。这样，比方说，比方说，中国现在大江南北的这个碰到女的就叫靓女啊、美女啊，是不可以的。你不能上来就称赞人家漂亮，这是性别歧视。所以家辉政治不正确，所以家辉没法在美国待了，就回香港了。没办法，因为你步步为营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住在美国芝加哥嘛，我第一次见子东就是那时候，20多年前哈、我那时候我们一起落难美国的时候哈。在那边住的那地方有个洋人男人跟我一起住的，他的女朋友哈、我们坐下来谈，那个女生呢跟查老师一样很喜欢讲性哈、他就告诉我了，给我充分教育哈、性教育，真的性教育。他是讲到讨论到语言的问题，比方说高潮哈、女生高潮哈、他说一般人说高潮英文叫 come 哈、普通口语来了、来啊 come。 他说其实从女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字也是非常男人的词。 对，他说女性的高潮啊可以是一波一波一波，没有结束的啊、他来了又来。对，但是来了又来，而且可是一般用语说来的时候来了就走了嘛，就没了嘛。对，没有了哈。是他说连这种词啊，说你来了没啊，这样其实好像假设只有一次来了就停了就走了哈。他说您这种词都是有性别在里面。对，我就台湾一个女作家还引用别人的研究，我记得印象非常深，讲交响音乐，交响音乐的结尾部分，他说基本上都在模仿男性的这个行为。你听交响音乐的最后部分，当当当当当，就最后，然后他又说了，交响音乐的作曲家大部分都是男的，绝大部分都是男的。那他说女性喜欢室内乐，那交响乐室内乐就是没完到天亮，就没完没了，就没完没了。我们受不了。我呀、就垫了这么一个底儿之后，我要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来自于查建英先生。查建英老师从美国给我发来一个邮件，我一看我就笑了，但是我笑了之后我也很严肃，我认为这个问题啊是很值得谈的啊。你看啊，这个话题我们看看，过去我们讲鲁迅啊，我们讲郁达夫啊，我们总是讲徐志摩，但是我们讲他们的情人，讲他们的女人，可是有没有一个关注的眼光投向他们的原配？咱们先看看这几个照片，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英雄妇女榜。
哎呀，这是长得像很智慧的女人，朱安，鲁迅的原配太太朱安，长脸高额头的女人。从嫁给鲁迅之后，她就不再是朱安。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她是伺候鲁迅母亲的人。鲁迅死了之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她称呼鲁迅大先生，一生啊，她的梦想就是能跟大先生圆房。她对鲁迅百依百顺，可惜等到50岁，等来的却是鲁迅和徐广平在一起的消息。这是朱安，咱排行榜第二位。再看孙权，这是谁呢？这不是三国那个作家郁达夫，在遇见王映霞之前还是爱过原配孙权的。孙权长得不算差，也有文化，郁达夫在日记里也赞过他的才华。可惜的是，这样的女子在郁达夫见到美人王映霞之后就什么都不是了。这是郁达夫的原配。再看下边，就大婆吧，咱们就算。这是毛福梅。哎，你看蒋介石跟毛主席打一辈子仗啊，蒋介石的原配却姓毛。蒋介石的原配，他虽然为蒋介石生下蒋经国，却没有留住蒋介石的心。蒋介石好像从来不曾热烈的爱过他。在蒋介石有了侧室姚冶成，又把陈洁如苦追到手之后，毛福梅就再也没能跟蒋介石单独在一起过。他信了佛，以此得到解脱。你再看下边，下边这就是张幼仪和徐志摩。徐志摩不爱他，可是跟他有过孩子。当年徐志摩暗恋林徽因，可是呢还是跟来看他的张幼仪圆房了，同房了。徐志摩倒是哈都照顾着。张幼仪怀孕之后，徐志摩又逼迫他打胎，张幼仪觉得危险。徐志摩说，这个诗人说什么，新月派的诗人说什么，坐火车也危险，什么不危险？所以他后来坐飞机就去。不是啊，张幼仪在徐志摩的冷淡里只好签了离婚书。离婚后他仍然照顾着徐志摩的父母和孩子。结果志摩没有追上林徽因，跟陆小曼结婚之后，张幼仪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张幼仪心里却一直在怪林徽因，觉得林徽因闪了徐志摩。徐志摩为他离婚，林徽因却嫁给梁思成，结果张幼仪怨他，对吧？这个被徐志摩抛弃的女人，到死都为徐志摩打算着，奉献着吧。咱们再看下面，其实还有这个王明华和梅兰芳，其实还有张琼华和郭沫若，这个咱们待会儿再揭发。咱就说，听完这段之后，两位这个男人。我文学男愤青，我每次听到这种说法哈，我都替另外的女人觉得不值得哈，不值啊。因为这样，你刚整个说法好像是说那些男人都是只因为后来的女人的美丽青春而把原配抛弃哈。我觉得说可能他们真的经过第一段婚姻，而且在那个年代的婚姻哈，他们可能不一定那么自愿的，不是自由恋爱嘛哈，他们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不要什么。所以后来另外一个呢，除了青春貌美以外呢，可能有其他部分更符合他的理想。其实从那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呢，后面那段才是幸福。他跟前面的离婚不能用抛弃两个字嘛，分手嘛，完全分手嘛哈。所以我觉得刚才的叙述哈，我不晓得扎先生这个电邮给你这个到底想表达什么，是说想表达说男人只要你结了婚就不能分手吗？不能离婚吗？你分手离婚这是坏蛋吗？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探讨了，不一定是抛开，用抛开这个字已经非常非常不对了。就是我主观的臆测哈，我认为扎先生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说这个文学史啊，你们平常讲鲁迅讲徐广平讲得多，大家的着力点好像都在这儿，但是他可能是想啊，哎，有谁想过这些个女人，或者说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个女人所做的这个奉献，她们不是一种牺牲吗？是当年那个什么封建时代或者你们男人当年的那种观念的一个牺牲品吗？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当然了，用现在西方的这个概念或一夫一妻制的这个基督教的概念来讲，中国过去的数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合法的一夫多妻制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
对女人不公平的，这是大前提。这是你现在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以前任何的事情都不合理的，就好像现在你用基督教的标准来衡量整个伊斯兰世界，刚刚那个解放的利比亚啊，又恢复到一夫多妻制，那个整个他就会认为他不合理。但在这么一个大的历史的这个变迁当中，每个人的做法很不一样。比方我这里边最熟悉的是朱安跟这个孙权的故事啊，他们两个人，鲁迅跟约达夫呢，就采取了很不一样。他们有相似的地方，他们之所以，他们其实跟这个原配夫人结合的时候就是被迫的，两个人都不愿意，两个人都在日本留学，都回家说不要了，因为他已经到了日本了，已经接触到现代的空气。这个我插你一句哈，就是当年鲁迅的这个不肯跟朱安圆房啊，鲁迅的这个行为经常让我想起我二大爷，你知道吗？我们家的一个大爷，就是当年就是这样，他这个很奇怪，在山东啊，就是他就是安排的这个婚姻，结果呢，他就嫌这个新娘啊脚不好看，他反正这个脚当然就没有爱情了。这个性格倔到什么，就他爹拿着大棒子把他打到新房里，外面加上锁，在里面新郎新娘锁了三天，我这二大爷就蹲在地上。成功了吗？蹲了三，没成功，蹲了三天就是不圆房，充分发挥了鲁迅的硬骨头的境界。不充分不是，我发挥的不充分。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徐老师对这个鲁迅和郁达夫这些姓氏啊，他是非常对，他对圆房的技术对更了解。听徐老师讲课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